大家好，欢迎收看小丽说电影。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美女复仇的故事。影片开场，一个相貌漂亮、身材较好的女人在肉铺剁肉，那利落的手法让人震惊。接着，她甩刀杀死背后墙上的一只蟑螂。紧接着，警方接到报案，私立医院的医生江振宇被杀害。警察金九号奉命查案，为了寻找线索，金九号找到了法医。法医告诉他，死者所受创伤分泌较为规整，凶手作案手法娴熟。正在刑警为案件进度一筹莫展时，事隔半个月，再次发生一起离奇凶杀案，死者是江振宇的同事高振珠。经法医鉴定，两位死者死法相同，凶手使用了同一种凶器，手法利落。一番推断后，法医猜测他们很可能是遭遇了仇杀。循着这个线索，警察找到了医院资历较深的员工，从他们口中得知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在十年前一个下大雨的夜晚，医院急诊室接收了一个昏迷的女病人，在场的三个男医生都被这动人的美貌打动，起了坏心思，传闻他们内杀了昏迷的女孩。而这三人当中，只有整容医院的院长李奇许还活着，案件有了一些头绪。夜晚，金九号路过一家肉铺便走了进去，看到了身材性感的老板娘在利落地切割猪肉，这让金九号感到好奇和惊讶，一夜无眠。为了保护李奇许这最后一个当事人，金九号对他进行了跟踪，发现他表面是一个谦谦君子，实则是个衣冠禽兽。晚上李启旭进夜店吸毒时，顺爱乔装打扮掩盖面容，也混进了夜店。当他准备混进包房进行暗杀的时候，遭到金九号的阻止。但是身为刑警的金九号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身手矫捷的顺爱划过栅栏后迅速逃脱于黑暗之中。此时警察们查到十年前那个女孩雪炫，就是现在的当红女演员雪秀珍。更加扰乱局面的是，李奇旭遭到了暗杀，但凶手没有成功，被李奇旭自卫时扎伤。查案中，金九号脑海中总会浮现出肉铺中顺爱熟练切割猪肉的身影，也会不自觉地去肉店买肉。一来二去的接触下，他喜欢上了顺爱，并和他发生了关系。与此同时，雪秀珍从医院劫持走了李奇旭，然后装扮成老太太的样子对他进行了残忍的报复后，放疯狗咬死了他。法医给的结果是，这次案件凶手是左撇子，与前两个案件凶手并非一人。晚上，金九号和同事在餐馆吃饭，电视上播放着雪秀珍主演电影的片段。看着影片中的老太太，金九号回想起曾在肉铺偶然碰见过她，并且她的身上有和雪秀珍同样的香水味道，但他们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抓捕。随后，室内再次发生了作案手法相同的凶杀案。把几起案件穿插，明察暗访，所有的证据指向了屠宰场的一个女人。当金九号赶到目的地时，见到了屠宰场的女人，也就是消失不见的顺爱。事情发展到现在，金九号明白发生的凶杀案都是顺爱和雪秀珍姐妹在为十年前雪秀珍被强奸遭遇的一系列报复。但是因为爱，她没有狠下心杀了顺爱，放走了她。回到警局里，众人对于案件的破解仍处于焦头烂额的状态。知道真相的金九号递交了辞呈，找到了他想念的顺爱。因为有裂痕，阳光才能照进石头内心的温暖。命运再坎坷，脆弱的你有一天也会幸福地拥抱未来。因为有爱会治愈无辜的伤害。感谢观看本期视频，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关注及订阅小丽说电影，我们下期再见喽。